那跟普通的镜子的话，到时候要做个可以对，吧？要有个对比视频。你到时候拍一个，普通的镜子有多的吧？你要把这一个镜子刚刚镜片前面拍到了没有？拍到了。拍清晰啊！我去！我操！太阴了。第一把承受住了。这是干花菜。但是把不一定也看一下，咱们偏的不要吃。镜像效果是拍到了，是个镜子啊。嗯。